Hello， 各位爱羽客的朋友们，大家好，这里就是在本周恢复更新的见招拆招，我是有光。混双项目算得上羽球五个单项中非常具有观赏性的项目，它一刚一柔的张弛顿挫感是其独有的魅力，同时这也是很多业余球迷非常喜欢的一个单项。就全世界范围来看，对于混双的教学可以说是最为薄弱的，而这种战术意识上的缺乏也使得很多业余球员一提到混双就只知道推腰这一个战术打法。但其实混双由于多了一个女生，她的战术打法要比男双和女双更加多样。今天节目我们就来说一说混双项目那些好用的得分套路。刚才我们也说到了，业余球员掌握的第一个混双技巧就是推腰，这球路实际上在没有拿到高点的情况下意义并不大，但考虑到这几乎是人人都会使用的一个战术，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第一个套路就是教大家如何破解推腰。推腰的目的是为了把球打到两人中间，从而造成让球和抢球的情况，所以在实际的配合中，我们首先需要明确一点，那就是腰部的球全都交给后方的男球员接球。而此时后方的男球员是向前发力的有利局面，所以破解推腰的两种球路，第一种就是平抽直线，需要注意的是这一拍一定要够深，同时前场的女球员要有举拍封住对角平球的协同动作。要知道这种抽大对角的线路是很多球场老司机惯用的招数。第二种球路就是推挑后场，但一定要注意这一拍推挑的目的是为了快速过人让对手转身接球，所以这一拍一定要拿捏好出球弧度，不能被对手起跳拦截。可以说以上两种球路都是非常有效化解推腰的办法。那么顺着这一思路，我们再来说一说第二大套路，那就是利用发球来制造空档。当对手的男球员处在右区接发时，可以利用发二号区把男球员吸引到边线一侧接球。之前的节目中我们也讲过，二号区我们在接球时手臂是几乎完全伸直的状态，所以直线是最顺手的线路，而且在攻反手的惯性思维下，对手的接发几乎就只有反手一侧的可能性，所以发完球之后意识上要重点注意这一侧的回球，只要对手将球打到这里就可以直接抛高到对手的头顶区，弧度也是一样，需要做到快速过人，这样对手的男球员不仅需要移动整个场地的最大距离，而且移动上还需要转身。可以说这一战术声东击西，留有后招，利用发球制造了一个巨大空档。之前的节目中我们就讲过从弱区向强区发展的模式，而这一套路也是类似的思路。那么以上两种思路都是用来限制男球员，那么接下来的最后的一大套路，我们就来讲一讲如何限制女球员。首先我们需要明确的一点就是，女球员基本没有连续接两侧往前的能力，职业球员中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女球员恐怕就只有赵云蕾和黄雅琼，所以针对这一特点可以把女球员调动到往前的一侧接球，然后交替推挡她的两侧往前。接下来对手就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女球员连续接球最终在跑动中失去连贯，二是稍有经验的男球员会上前补位协防，但这样的话对手的男球员就必须要面临一人防三点的超大防守面积，而此时对角左右前后都会成为下一阶段被拉扯的空档。总体来说，我们今天所讲的球路是非常明显的拉开思路，这种思路对能力要求不高，但却讲求线路的合理性，适用于业余混双。而混双由于在配对中多了一个女生的存在，所以男生需要保护更大的面积，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催生出更多的打法和战术。后期的节目中我们会继续混双专题，详细来说一说混双的发接发、防守以及进攻环节。那么大家在平时的混双实战中又有哪些问题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讨论。
我们依然会在评论区中抽取六名幸运用户，获得30天的爱羽客会员。那么上期节目中奖的六名幸运用户呢，请多多留意你们的手机信息，我们会通过短信的方式和你们进行通知。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见招拆招，我是有光，我们下期节目再见。